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。上一集视频说到我爸爸的兄弟姐妹过来妈妈家做客，我呢就提前把这个亲团做好，然后呢他们过来呢就可以用亲团招呼他们了。艾叶是我从婆婆的菜地里面新鲜采摘的，今天我呢就要把艾叶做成美食，把摘回来的艾叶清洗干净。因为艾叶是在菜园里面摘的，沙子会比较多，所以呢要反复的清洗几遍。做青团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，如果一个步骤做不好，可能做出来的青团一个星期都吃不完呢。洗好的艾叶放到锅里面煮熟，煮熟了之后呢就把里面的这个水分捏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把艾叶里面的苦味一起带出来，做出来的糕点就好吃了。再把艾叶加入清水，放到破壁机里面搅碎，打成艾汁。艾汁的最后一步，我们把榨好的这个艾汁放到锅里面，再一次煮熟，加入白糖调味就可以了。做青团除了艾汁比较麻烦以外，比较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选料，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咸蛋。咸蛋量的话，它敲出来的咸蛋黄呢是又大又黄的，做出来的馅也特别香，一定要用新鲜的咸鸭蛋制作。虽然辛苦也麻烦，但做出来的青团一切都值得。咸蛋黄隔水蒸十分钟。彪哥说也学到了，看我做多了是吧？我说剩下的让彪哥做好了，彪哥也会做是吧？哇，好漂亮啊，做的。对呀、啊，好漂亮啊！萍姐也过来了，待会姑姑和叔叔婶婶马上也到了，所以呢就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哈。啊，我们等吃哈。不管好不好吃，首先这个够圆，对，够漂亮，卖相够好，这些就是我做的了。待会剩下的就是彪哥做的了。没事，彪哥跟他在一起做事那么多年了，都学到一手了哈。不过都熟悉，都会做了。这个是妈妈的好姐妹送给妈妈的。因为前几天不是脚受伤了嘛，所以呢她的姐妹给她送了一个艾包。哎呦，太感动了。太有心了哈。这个肯定是很贵的哦。对啊，妈妈太开心了。你的好姐妹对你太好了。是啊，这下面。嗯，他们马上到了，妈妈准备好茶水，欢迎他们的到来了。自古以来，客家人都是讲礼貌为主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来往之情，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父母之间、亲属之间、长辈与晚辈之间都有礼节。客家人的礼节有很多，待客、客人光临，主家人都会提前做好准备。
开啦。嗯。来啦。这个是我婶婶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让奶车，让奶车，走啊。他们来了。你走的比较快是吧？来，我的姑姑来了。Hello， 来了来了。来坐一下了，坐一下了。来，姑姑。对对对对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个个都是美女啊。太久没见面了。太久没见了，抱抱了。来呀，你们自己坐哈，搓哈搓哈 ，hello。这下热闹了，家里面了哦。表哥，表哥来了。不用换鞋了，不用换鞋了。对呀、啊。呀，叔叔，叔叔也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你看见了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毛巾想要哦。不要，不要，水。我做饭，你做好明天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还要回去交流。已经蒸好了，可以起锅了，彪哥。辛苦你了，刚刚彪哥在这里。默默的耕耘，默默的付出。哪一些是没有馅的呀？这些是没有馅的是吧？哦，做了一些没有馅的给妈妈，然后剩下的都是有馅的，蛋黄肉松馅。先夹一些起来吃。爱板也叫青团，以前过去的年代叫爱板。现在我们年轻人称它为青团，其实做法和用料都一样的。艾板是客家人的传统小吃，在客家本地有这样一句话的习俗：清明前后吃艾板，一年四季不生病。也就是说在清明前后这一个时间段的艾叶是比较好的。所以呢，艾板对客家人而言不仅是一种美食，也是客家人独特的节日文化。现在一年四季艾叶也多，所以呢，经常我们想吃的时候就会去摘艾叶做青团。好吃是吧？真的好好吃。对，好好吃，也就是个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了。对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了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嗯，阿叔还有，阿叔，这地方还有两碗哇，新买的这些哦。对啊，叔叔在吃第二个了。对，我用我的手机拍一个，哥哥都说要拍照了，好吃又好看，第三锅了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